早上去六点半要挤一挤。人家有小孩啊。你那里做早上的？早餐店六点半是不不不不像啦，拜托，六点半人都吃饱去哦，你是。不是你们开始忙了吗？哦，哎呀，对啊，你这个。对啊，六点半之前赶快吃完。我跟你讲啊，讲咱们想做的生意要搁早呀，六点。啊，像伊安尼五点半就到啊。系啊，你要死叫，什么一日三顿要死，拜托。六点啦，六点啦，六点啦，我都六点半，我都等到伊搞正运来啦。六点半。啊，无六六点半，只不过六点半再来个则是。六点半是开门嘞，啊，做来来个再到七点几点嘛嘞。六点半是人吃多啰嗦。早上两点咯。早上电梯这里坐多久？多远？两分钟。啊，你不坐，等下跟头跟你讲，我两点就搞，我们来讲。好，这个三条。好。我。对啊。是啊，过来。来我来，我这我来做一个来。阿杨，我做一个来，个来。我现在是四个大只啦。你看这只哦，把它抬，不抬手，你要三条来，这不回来个包来，拿回来个包小只来，个来，四不回来个包来，要我来个包这样，这不个包这样，三只这样个包，这四只这样个包了来，这只包这样个包，这个包完，四不个包这样个包了，这个包好卖啊，个包好卖就四个，个进来，个包好你无得买，你有得买我全部来这样，我就听。这是涨三倍个包啊？对啊，那快竿是涨三倍个包。来，做你这来。对哦，餐厅来做一排啦，每间小店有排骨吃，就要包我干上我来，我卖一百只，卖一百只三百了啦，上来真是真是好无来，三百了来，进来，啊四百拢卖袂啦，四百了啦，你包了三百，四百拢只四百俩。三百啦，我卖三百啦，卖咯。人都不拢卖，不一包。我坐在那里啊。啊，你敢不看不卖的，我唔知啦，无啦。来，坐下来。哪一个？这位啊。没有啊，有。坐下一下。嘿。老有点有啊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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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蝴蝶，这个用蝴蝶鱼啊，大鱼叫做富贵鱼啊，富贵鱼啊。无食这只，一干两个人个，你是哩？够用。哎，这家伙，我才记得的呀。我的天！哎呀，不贵啊，就是大哥呢，大哥，就是大哥。大哥，就是大哥呀。我以前老是小呀。这不会一个人录手机上面啊？你去，你去哪里按赞？录手机啊，唔就等他们做完了，人家录手机啊。真会炒，真会炒。嘿。老板请不起，有虾子吗？有啊，有虾子，有河虾，也有那个。嘿呀！哈、啊！谢谢。你们看我都行啊，我都这么。你要这种的还？人家陆秋怡啊，啊，这种的。啊。给你五百，也不给你五百，我把刘凤仪。
好好好。现在是四十分。他做卡练起来没？做卡跑出来。你做一电脑还不会啊？你做还等住做等下我用啊，我不。本来在你问迄度，我就看遐都无人，我就甲换好啊。几块号嘞？几块号？几块号？几块号？几块？两百块好不好？两百了嘞。也是要你喜欢啦，敢讲讲我，我今天讲好你就好了来。就拜拜。对的，拜拜。多少钱？好。老李，我把债还没。没得。没得，我背上包了。OK， 带侄子去上课。OK， 听得到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在这模仿，模仿好阿爸没有？以前考虑啊，我人生希望考虑只红丸的乡亲啊，我已经规礼拜拢想死啊，真正。规应过一礼拜生不如死的生活，你真正。你看完乡亲，你搞基的，我有什么要改道啊？你今天我走了。你这三年来搞这个改道，已经搞十届啊！十八届啊！做这关节的改道。嘉义公和路有啊。今年无。老汉，你讲老汉来，不给了啦。十八哦。等，等，这四百两，给拢给四百两，你才包好啊！我这个老弟能点。十八年嘛，四百年，过了两年，三五三五三五啊！三三十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对呀，那一批菜价，我那菜价那几条，能跌多少？对呀。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啊。煮成好了。这做起来的，这还是这做起来的。哎，头家哟，黑头家仔。嘉义共和路已经开四十分钟了吧，一小时了吧？还是未完啊你？四十分钟还没啦，还没未完的啦。你讲遐无啥，遐再无偌济块，够紧的吼。要飞的，你要炸到去。不同去。现在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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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不过嘛，第十块银尔。太多。来来来来啦！这行上行到中台上，行第一个再出来卖啦，再出来。这好吃这哦，这外公这样，这一下吼，有习惯讲改做早顿啊，这袂歹。有囡仔要吃哦，小朋友要吃哦，西式早餐。你这外口看，你看这道理，我这都。昨天早餐这个这做哪？你够胖的啦，做汉堡的啦，做什够胖？你够胖？你够三明治来？怎来？三明治来？你得八来？怎来？而且这样，两包来，两包这样，二十来个人包，再来八个人包下来，十个人包来，十几个人，十几个人包来这样，包掉。谢谢我，赶快去，赶快去呀、啊，赶快去，让嘉义的赶快收一收。十几个人包下来，包掉来。那今天没多少东西，赶快去哦。十八个人，二十几个人包。
十块钱啊，两百两。